为什么你们的骰子是六，只有六点啊？你们的骰子没有四点，只有六点，不吉利，只有六点了，扣掉，扣掉了，只有六。九批。走啊！走啊！哇塞！好，哦，有吃到，好爽！有吃就吃，能捞就捞，能吃就是福。发，操！能发就发。不会吧？讯号出现了啦！他刚碰发的那个碰的语气又不太一样。没有吧？他跟碰发的语气跟他碰中的语气一模一样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一模一样啊。没有啊，就两个都要啊。五比零。怕等下就不是碰了，等下是对。不知道学小美，小美有什么时候都会安静。了解的。还有干笑，干笑，呵呵，呵呵，看来就是那个吧，就是那个三比一，嗯，七，嗯，哇，三比四吧，八比，哎，三，这个牌真的打不下去，下手。能交给浩哥了，好，交给我吧，交棒，正义哥，交棒，六万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站起来哦，交管棒，三瓶太多了吧？知道我才一二瓶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三瓶，可恶，烫，不要死，没关系，各位表现得非常好。应该没看错吧？还有刚才各位都没有吃牌，真的是干得非常好。到底是怎样？之意就是，到底是怎样？摸到了，怎么都没线？摸到了，没有人敢丢。听了，不是哦，没事，还没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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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他不会听的，假装没听。又死人丢牌，安达又死人丢牌。三，两只手以表我的尊敬。啊！哎，三张丢出来，四张丢出来。要演牌吗？连白吗？可是我摸到这个，这个会是炮，怎么办？炮声隆隆，拼吗？我靠！我靠！好来，一瓶，考倒你的鬼佬先。咦？等一下，我先买高铁。一万，一万，二条。我有牌摸吗？好像有，很多哎。这个二条感觉他杠牌，没那么哎。杠杠杠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哦，好强哎。红中发财，凑一色。庄家。碰碰胡庄家。哎呦。好贵哦！真的是十一，你看有算庄家四点，他说啊没有啊，那就是他不是台十台，好贵哦！中发回色碰碰十三点，回色碰碰十台，你要做庄家啊？对啊，我以为你是庄家，是东风了，哦对，十一台，十一台是十四点，哦东风哦，对，来，哎呦多了一张。
好强哦！最近 YouTube 的通知跟收看都有一点点问题。如果说你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直接点就可以收看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点选订阅内容，在这里呢，如果没有看到直播内容的话，点选头像进来一样还是没有看到的话，点选右上角的浏览频道，按进去之后呢，有机会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内容。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，点选影片应该就可以找到啦。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呢，建议你可以追踪 IG follow 限动上滑呢，可以点击 YouTube 的连结哦。了解。第二个问说，博弈请问我不是庄家，但我配牌完还没拿牌之前就听牌了，在无知无碰无杠杠的情况下，请问我一定要喊出秘籍才能够自摸第五吗？我觉得如果你是自摸的话，你可以摸起来喊秘籍自摸，这个没问题啊，第五自摸这个是可以的。那如果说你想要呛天梯的话，这个就是看场，因为像我们以前的规定呢，是我们一定要摸到牌才可以呛秘籍嘛。那现在我们后来把规则改成，如果你起手已经听牌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呛秘籍的，因为秘籍本来就有一些 bug 嘛。那我们经过大家的讨论之后呢，我们修改了这样的规则，所以这个要看场。第一张是自摸的话，我觉得就比较没有什么争议，你可以摸到了，秘籍是自摸，没问题。好，有任何问题的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吧。